们师大林俊杰之称啊，是真的很能唱。就算用尽所有真心，却大不了你的心。他就是上课的时候总是会有偶尔会迟到，哎，这种的嘛。那他下单又很久都不交，哎，这样，哎，最后关头要交的时候，哎，就问我，哎，快点帮我签我妈的名字，这样子，他不敢让我签你的。学长，我们是同门师兄，都是作曲组的学生，我们是高中的时候就认识，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在音乐班里面是两个非常非常鹤立鸡群的音乐人。哎呦，讲自己鹤立鸡群的音乐人，哦，这个通常是我们的这个学长有把握，对，这个学长鹤立鸡群的音乐人，这个学长唱歌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天籁的，他是唱歌，对，然后我们也都会写曲子，自己弹自己唱，然后他也是我们现在去就读北艺音乐系，然后现在是师大研究所这样子，这么厉害，对，好有才华。他没有从走目前嘛，他没有走目前，因为他有外貌出了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我觉得他的外貌反而是他的优势。因为过目不忘，那我们就更好奇了。过目不忘，对，他是这个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哦。他看起来像颗黑色弹珠这样子，黑色什么弹珠？弹珠，对，就是黑。他有开心，你这样形容。我等一下看他开不开心。是圆的嘞，对，黑黑胖胖，可是非常能唱，有我们师大林俊杰之称啊。师大林俊杰，那不是爱唱歌就可以有这封号，他是真的很能唱。要会唱才行，会唱，而且我们作曲组都会写歌弹唱，然后现在他就是有在教音乐，也有开音乐补习班，这么厉害啊！对对，哎，听说学校有为他改什么规定？他曾经，因为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嘛，非常有才华，所以我们做中推的鹤立鸡群呐，鹤立鸡群，非常的有才华啦。今天就要这样介绍就对了，我们要把它捧高一点。等一下就照这样介绍，等一下要这样长自己，拿这样改变的 DNA， 受不了，学哪来的自信呢？总而言之，就是我们很常写曲子，都压线才交作业这样子，拖到最后。对，可是我们每次压线交，哎，分数又都第一名这样子，学校就很烦，很烦，苦恼，很讨厌，高哦，你看，找不到机会可以扁他。对，这一集怎么一直在捧自己？所以后来学校就为了我们改这个交作业的方式，全部提前一周要收到才算是可以。考试这样子，不然对其他人不公平。要一直拖，一直拖，太赖皮了。他们这种艺术学校的学生呢，都是异类，好吧？来来来，会不会出来是一个有意向的异类呢？每一条的欢迎 ，Caesar。哇靠！哎，你同学，你是他学长啦。哎，对，我们隔壁班同学。隔壁班的。哎，那当时他去念那个学校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吓一跳？嗯，我们吓一跳啊！当时就是哎，听说就有这样子的一号人物来，还是说是真的吗？我们就大家假装要上厕所，就全班都去上厕所。哦，要看看他到底有多。因为路过隔壁班，这样看一下，哎，宪哥儿子在哪里？哎。没有长得像的，然后就走了一轮回来之后，我相友不对，又再出来上一次厕所，哎，又再看一下，哎，最后他跟我对到眼，好像应该就是他哦，确认过了，有那个气场，我们音乐人有一个气场，对，磁场，对对对，因为是鹤立鸡群的音乐，对对对，而且很有才华，有个色就站在那里。啊，在学校里面有什么事情，你可以跟我讲一下的啊，有一些趣事想分享了，要，因为趣事哦，对，因为大家就是上课的时候总是会有偶尔会迟到，这种的嘛，那有时候迟到久了就要请假，那他下单又很久都不交，这样，最后关头要交的时候，就。问我快点帮我签我妈的名字，这样子，他不敢让我签你的名字，叫你对，我只签假单，假单。后来我们就互相签这样子，对对对。喂，我那个签名的时候，感觉就不一样了，感情真好。对，有一次人家问 Caesar 说，来自我介绍一下他啊，你好，我是张伟万。妈，一直签妈妈的名字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还有呢，还有呢，还有。我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我跟他，我们其实除了音乐以上的好友，我们其实很喜欢打线上游戏。对，我们打英雄联盟竞技类的，哦，撸啊撸。对，然后我们还高中的时候一起去比过校际杯联赛，真假的？很强，而且得到不错成绩，止步八强这样子。哦，对，虽然只有16队，厉害的，就16队止步八强，那就还好，好像还好，一些
去怎么样啊？你不要讲后面那句了。对啊。但是以他的外貌来讲哦，就说。比较看不出来说有才华。等一下，你不要攻击人家。这个是他最大的优势哦。对啊，一个巨型的反，他的声音是天籁型。对啊，真的，这是他的优势，这样才公平吧？我们好奇林俊杰的部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他就会一起出去玩嘛，或者吃饭，常常一起出去吃饭。对，出去玩基本上都是有他的。啊，他现在老是被偷拍，气得半死。你要帮他 cover 一下。对啊，因为我身材刚好可以挡住他。哦，是这样。也是那个镜头版面最大的都是我，然后旁边才是他。哦，经常是有的，对对对，经常会被拍到。哦，那真的是密友哎。对啊，所以他什么事情应该都知道。帮我作证哦。哎，我爸平常对我很严格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有没有私底下说他怎么样怎么样？是不是都没？没有，真的，他就是对你保持着敬意跟爱意，真的就是这样。对啊。敬意，敬意。是觉得对啦，我爸说的都对。我本来就值得尊敬啦，我是敬意。对啊，我们家的教育只有一条啦。哎呦。只有一条啦，你讲，爸爸交代什么？爸爸做的事情就可以做，爸爸没有做的事情，你不要想。哎呦，那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对，好好玩哦，好喜欢在你们家，演艺圈会乱套，是你们在乱，好彩兵哦，好不好？要谨言慎行，好不好？来看 C 整的表演，看你有没有乱推荐，好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来再来什么样的表演？舞蹈，唱歌，天鹅，不要闹，唱歌，他现在要跳芭蕾，不行，碰碰舞，淡出台。林俊杰的那个 Love You You 了 ，Love You You。哎呦，我靠，哎，是有才华的你啊。我像孤独的雨风，说不出爱的温度，很想给你幸福，你却自我保护，转弯处只剩下朝夕之外的荒芜。却在海里迷了路，找不出新的归属，思念越长越苦，心跳乱了脚步，怎么我读不懂你唇语之间的无助，心底回忆难以靠近，你是我奢求的唯一，让我用尽所有力气，只要你相信我最坚持的声音，只剩一句 Love you。的表情，然后再加上歌声一出来，真的是帅度，他不是一个素人，他不是一个素人，他外貌太，他不是植物人，太素了，太素了，眼镜拿下来，我说操作有点改变，你想想看，对，你看着前方，眼镜拿下来，拿下，衣服换掉。换一件袈裟，他就是少林的武僧了。不是，这种换少林要接的《西游记》耶，怎么样？因为比较好，真的很有才华，他整个唱到会起鸡皮疙瘩的那种哎。